带头，那可能要看他这一局的用球数哦。第一球就出手带起来，在中外野方向非常幸运的飞球往后推，哇，真的 ，Home run！ 詹皇炸裂了阳春炮，在台湾大赛现在第一分开张了。詹皇这个时候从七局下半，在布雷克的手中打出了中外野的阳春全垒打，帮助中信兄弟取得了1-0，非常巨大的领先啊！对，长打出现了，我们还在讲说，这个以这个数据来看啊，可能会有长打出现来决定这个关键赛。而且布雷克刚好就在这个用球数过百之后哀轰，这可能会让投手现在有些想法。对，没错。这场比赛先持得点的是主场的中信兄弟，这份看起来无比的巨大。哇，这球摇起来在右半边，一去不回头，背靠背开轰，岳东华也来一发右外野的 solo shot。现在扩大领先来到了2-0，同时可能要喊暂停了。即便岳东华在例行赛打击的手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，来到了台湾大赛，这个时候首战炸裂了阳春炮。岳东华今天有两支安打的演出哦，对，他今天状况是比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泱泱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